饿不饿？你怎么知道他不饿？那他都被气饱了。哎，怎么没找到啊？我找到尽头，怎么没找到杆儿呀？哎，怎么这边也没有杆？那我那这个棍子怎么漂浮在空中啊？他说，啊，他这个棍子怎么漂浮在空中啊？啊？哎，你跑什么跑？人家要活命，当然跑了。反正你又找不到尽头，你。人家要回家呀，要回家。谁说他要回家了？他回去看他爸爸妈妈呀。他的家就是这个。他这上面有什么吃的呀？啊、上面又没吃的，又没喝的，人家饿呀。你估计他刚才说吃的，他去啃树皮去了。啃树皮。啃蚂蚁。大陆就在这儿。你再试试，我一吹，把吹你嘴里去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能来到我身上来，哎，不能，不能。